由陈龙、林保怡、周海媚主演的悬疑谍战电视剧《北风寒》正在上海热拍。6月23日，记者探班该剧组，当天正在拍摄陈龙与林保怡的对手戏。尽管天气闷热，但身穿厚重戏服的两人依然一丝不苟地一遍遍对戏，力求每个眼神和表情都到位。别看两人在镜头前勾心斗角，私下关系却非常好。拍摄间隙经常在一起聊天对台词。尽管林保怡在拍摄时讲的是粤语，两人的配合却非常默契。原来每次开拍前，两人都争取多对几遍台词，争取提高默契度。谈及与林保怡的合作，陈龙直言非常开心。然后这次很开心能和林保怡大哥，还有陈冠仁大哥，还有一些好朋友和一些新认识的朋友合作。这次我们会经历比较漫长的一个暑期的这么过程，可能会蛮热的，真的会蛮热的。所以大家除了克服身体上的一些困难之外，剧组的拍摄其实也是很辛苦，所以也希望我们这部戏能顺顺利利的拍完。《北风寒》讲述由陈龙饰演的探长，在一次发生在小楼的命案中，包丝抽检，逐步揭开了日军企图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实验的阴谋。这是陈龙荣升奶爸后接拍的首部作品，除了剧本精彩之外，李佳静也是他接下这部戏的一个重要原因。采访中，陈龙告诉记者，自从儿子九九出生后，他和妻子接戏的标准就是尽量不要离开上海，就算离开上海，也尽量不要超过15天，这样才方便照顾家人。